你好吧？没事，我们慢慢下去。好陡啊，这个路，而且这个下面下去，你看又窄，我待会儿我都不知道怎么上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云南特别特别有名气的一个地方——云南昭通的武德大锅圈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天坑。天坑下面据说住着是有八户人家，但是现在已经搬走了四户，还剩四户人家在里面。就是在现今社会，为什么他们还会住在这个天坑下面呢？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冰冰，哎，这个是山河。我今天是穿了一个这个徒步鞋。这个地方就是进入天坑的唯一一条通道，走吧。现在看上去也不是很陡哎。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门卫，据说以前是有人在这儿守的，然后一些小孩在这儿上学。你看这上面还刻的有字呢，也是他们的学堂。你跑上去干嘛？我看一下那个海螺。海螺吗？嗯。你看不到啊。看得到。看得到，但是你吹不到。可以看到。就是那个很圆的那个，他们说这个地方一吹，整个山谷都是那种海螺的声音哈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位置。我已经听到了，就是这个村子里面的鸡叫声，还有牛叫声。我感觉他们这儿就是一个世外桃源，完全可以自给自足，就是牛耕地，然后自己喂鸡喂猪，然后这下面也有田，而且这个下面的田地还比较，土壤还比较肥沃。但是，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居住呢？以前有八户，现在搬了以后呢，还有四户。然后，为什么剩下的这四户人家就不想搬出去呢？到现在已经是2022年，马上就2023年了，都还是住在这个下面。这样看这个路好窄呀、啊！我们是从那个地方这样下来的。它这个天坑很大，所以它也不影响就是日照那些。这里的空气好好，特别的清新。我把口罩都已经摘了。这个东西可以吃了，特别好吃。但是他们说吃了要便秘。哪里？哎呀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这到底是吃了便秘还是拉肚子？你还真吃啊？没办法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冰冰好吃吗？涩的是不是？有点涩。到了，到了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洞下面了。据说他们的水源是来自一个洞，所以我们现在去那个洞里面看一下。走。老乡，你好。你好，你们去洞里面？哎，10块钱一个人。要得。你这是打啥子？我小打包谷，我把它上去推木啊。哦，打包谷的噶。啊。玉米就是在这个下面种的吗？啊，对。哦，大姐种。啊。这个是吃。喂猪啊。哦，猪吃的。哦，大喂猪。蒸饭呐，包谷饭叫。啊。现在这个下面住了几户人家哦？这儿还有2、3户。还只有三户了。啊，对，哦，就这一家，然后你们，然后上面一家。啊，对。啊，我觉得这里空气很好哎。嗯。空气很好哈。啊，可以嘞，空气。空气好。啊。不想上去吗？啊，就没。习惯了是不是？哦，习惯了。习惯了噶。啊，对。平时一些东西。平时锅背嘛。就人力。啊，用人力背。人力背哈。哦，对。年轻人都出去了吧？年轻人在外打工。打工哈。啊，对。那一共三家有几个人呢？几口人呢？一共？原先30多个。30多个，现在呢？现在都还有我们三家也有20来个，我觉得有40多。现在已经来到了他们就是吃水的地方，然后可以看见这里有很大一潭特别特别清澈的水，据说这个水呀、啊、是从那个上面的钟乳石滴下来的。就一滴一滴的形成了这么大一个水潭，这个水潭完全可以供很多人吃，我觉得都吃不完的样子。我觉得好神奇，就像宫殿一样。大家再往前面走一点，看看这个下面，一直到那个下面，全是这种，就是
它这个应该是很多年形成的那种水滴下来然后滴成的这样的形状。哎，摸一下看一下这个，研究一下。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？嗯，我好怕这个一下子掉下来砸到我了。你不觉得很恐怖吗？真是不会把药摇掉吧？开什么玩笑。哇塞，想象一下，真的，我跟冰冰去探宝去了，我感觉这里面有宝贝。这个好玄幻哦，你看。真的有宝贝也轮不到你。你看这个，你可以拍个近景。像花儿一样哈。对呀，这个石头真的就像花儿一样。好好刺哦。草原上的那个小花好像。嗯。很刺手。其实有点压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太锋利了，你没有这种感觉吗？你是时间待的比较短，肯定有这种感觉，就感觉头上有那种很锋利的东西。还好啊，有你有那种感觉吗？有。你敢在这个地方住吗？这个洞里面？这个洞里面我不敢。是不是不敢？不敢。你看没有，这里还有一滴水呢，它这个本来就是从上面水一滴一滴滴下来，然后滴了，然后慢慢的凝固，然后就长成这样了，就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。然后你看这个下面这么多，我觉得可能就是重量哦，有承受不了了，然后断的。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，但是这里面待久了我感觉有点害怕。试想一下哦，每天就坐在这个门口，然后端一把椅子看出去的就是这样的风景，是什么样的感觉？然后你每天吃三次，一次吃两片啊，吃了然后你觉得好的话，你再回来吐。奶奶，哪个后面有一个棺材是？我嘞。奶奶祝你长命百岁。80岁了，你不搬不搬二天，二天呢？搞被子不划算嘛。要搬了是吧？那些都要搬。哎，你那三个是三个姓啊？三哎，三个姓。哦，我姓刘。我姓罗。你姓刘。哎，我姓罗。他姓罗。姓罗。对。啊，我们冰冰姓于。姓于。哎。哎，于这是我们的亲家，我们的家名嘞。是吗？奶奶也姓于哦。不是的，我姑娘在于家。哦，女儿嫁到于家了。我姑娘在好，那奶奶那我们走了哈，注意身体健康啊。好，再见。我想我退休同还不想我带你们也看古董。你们拿回去煲汤。还有个古董哦。古董，但我们这做粽子白粥的。哦，古董哦。哦。天气啊，你先带回去吧啊。我一拍他拍到那个人参蜜片，我跟你讲了，人参蜜片我们是采用的人参。哦，你走路小心点哦，小心点太滑了。我们现在往回走了，这个雾呢是越下越大，飞机在这个下面都不太敢飞，害怕丢失信号，都是我自己手动把它收回来的。还把人参给我们。